智慧树 Party 开始喽！吼！这是一个 Party， 快乐的 Party， 和朋友一起快乐的 Party， 我们很开心。我们很开心，我们很 happy，happy party，happy party。你我都是好朋友，敬个礼，握握手，一起大声说你好，一起快乐舞蹈。你我都是好朋友，敬个礼，握握手。亲爱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智慧树乐园。哎，今天有精彩的才艺。哎，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会有非常好玩的游戏哦。没错，我都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认识一下今天参加游戏的三个家庭了。好的，接下来抓紧让我们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个家庭。首先欢迎我们的道哥家庭，欢迎你们。欢迎红队。倩倩倩倩，你最棒。道哥队小队长王子宇，今年6岁，队员是他的爸爸和妈妈。接下来欢迎我们的咕咚队的家庭，欢迎你们。子轩子轩，勇往直前，耶！咕咚队小队长邓子轩，今年7岁，队员是他的爸爸和妈妈。最后欢迎我们的摩尔家庭，欢迎你们。欢迎蓝队。星星星星，梦想飞扬。摩
希，今年5岁，队员是他的妈妈和小姨。哇，红果果好开心呐、啊！今天我们又认识了3个优秀的家庭。是的，首先第一个游戏呢是大朋友和小朋友共同来完成的。哎，我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要共同努力，为自己的家庭赢得更高的分数。是的，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亲子大比拼。抱枕接力，在规定的时间内，宝宝用腿夹着抱枕跳到指定地点，将抱枕扔向空中，爸爸妈妈合力用身体夹住宝宝扔出的抱枕，成功接到�抱枕最多的家庭获得5颗智慧星，第二名获得3颗智慧星，第三名获得2颗智慧星。好，到了我们亲子大比拼这个环节了，首先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道哥家庭啊，也就是红队，来计时开始。对，速度好，扔轻一点，好的，哎，恰到好处，妥，跳过来，好，对，得跳起来，好的，扔，哎，没关系，没关系，这个一般扔个3-4回能够有一个成功就很不错了，对对对，不可能回回都中啊，是的，扔高一点，我觉得可以增加，哎呦呦呦。刚才基本上像足球比赛当中的这种胸部停球一样，老忘。我跑着过程中就把游戏规则给忘了。好，非常棒，嗯，很厉害啊，高难度动作，哎，只能加一个孩子，加一个。哎哎，别忘了。看得出我们的红队的这个道哥家庭的宝宝是一个急性子啊、嗯！好，这个好。继续。跳起来。对。加油。我们看到宝宝也有点气喘吁吁了，体力提出一个考验。不要浪费每一次机会啊！对呀。你看，费了这么大劲儿运过来，扔高一点。不着急。好，你看，凡是你扔得到位的，爸爸妈妈就特别好接啊。继续，还有一点点时间。嗯。那么高一点。哎呀。好，还有机会，还有机会，没关系，马上进入你们的倒计时，5、4、3、2、1，好，时间到。我们的道哥家庭一共运送了5个靠垫、哦、很厉害呀，来为他们鼓鼓掌吧、啊、非常的厉害，看来是比赛型的选手，接下来请出我们的黄队咕咚家庭，接下来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咕咚家庭，加油加油、嗯、来，请各就各位，准备好，计时开始。好，哇，哎呦，用脸接住，这个是整个身体部位当中我觉得最难的啊。哎呦，好轻盈啊，但成功率极高，不会百发百中，这是一个平均海拔非常高的家庭、啊、对，哎，可以，这个是用肩膀接住的、啊、哇，这样都行，哎呦，你们家真的是配合很默契、嗯、说明宝宝的对于这个力量的掌控能力哇也是非常强的，对吧？很好，看得出来我们的咕咚家庭平时啊也是非常爱运动，身体的协调能力是很强的、哎、没有失误到现在，0失误，看看今天呢能不能够创造一个奇迹，就是在我们的这轮游戏当中呢创造一个0失误的成绩。不要给他们压力啊，我觉得他们有压力。我觉得主要得益于啊咱们的宝宝啊扔这个靠垫力道特别的好，哇，可以用手夹住了，就可以用手放进去啊！别着急，别着急，看看能不能保持这个不败金身。啊啊！终于失误了，觉得很遗憾，因为当时我们真是奔着这个0失误的目标去的。用腿还是接住了，我们还是很严格的。好，
我发现这个高度对于这个两个大朋友来说非常的合适、啊、大部分是用脸来接的你看你看用脖子来卡住好倒计时五四三二一好时间到绿泡泡你知道他们扔了多少个吗很多很多个13个十三个朋友们让我们把最最热情的掌声送给我们的黄队好厉害实在是太厉害了平时估计是经常运动吧是嗯太棒了啊为你们点赞最后让我们一起请出我们的蓝队最后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摩尔家庭啊千万不要有压力好不好来为自己加油啊请各就各位了计时开始跳双腿跳哎好看准了再扔哎不错好的继续好吧他那个在三个孩子里面年龄是最小的我们来的时候是比较担心但第一个他就扔准了给我们挺大惊喜的注意是双腿跳过来啊哎好的好好好好好了可以了可以了扔吧好好扔没事继续加油啊前几个呢宝宝也是在找感觉稍稍的耽误了一点时间好好哎呀所以说这个合适的力道呢对于我们的大朋友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对准了再扔啊好这个好的非常棒好可以放好了再对再跳对好的加靠垫呢也是要锻炼我们宝宝的控制力和弹跳力当然啦对他们这种控制能力是很大的一个考验对当然了也是让他们锻炼身体啊提高体力扔吧扔给了自己还有时间啊继续加油对没事没事越往后也是对体力的考验好加油看准了再扔嗯好这个好这个好好好加油加油加油刚才那样就可以哎呀稍稍有些遗憾啊快时间马上要到了进入倒计时了五四三二一好游戏需要的体力比较多然后他呢又属于比较小然后那个我就觉得他可能不太能支撑但是他能坚持到最后我觉得他挺棒的在一家人的配合之下呢我们的摩尔家庭一共运送了3个靠垫祝贺你们我觉得呢运送了几个靠垫呢固然是我们的一个收获但是更重要的是呢宝宝在游戏当中成长而且收获了快乐没错嗯好经过这轮游戏让我们来看一看三个家庭的成绩吧宝贝二加一快乐做游戏大家好你现在收看到的是我们的宝贝二加一那接下来大家将看到的就是我们家庭各自展示才艺的环节了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您将会欣赏到来自全国各地不同家庭的风采哇真的是好期待啊、嗯、赶快进入我们的家庭才艺秀悬赏猎人牛奶大侠此人行侠仗义但不喝啤酒只喝牛奶破坏行规抓到此人赏啤酒一箱听说你就是牛奶大侠哈哈哈哈是我有何贵干在酒馆为什么不让卖啤酒因为啤酒伤身体好那我们来决一胜负吧一二三啪啪啪你等着就把
宝贝二加一，快乐做游戏。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宝贝二加一。本栏目指定用品为陪伴三代人、品质可放心的南山贝惠婴幼儿奶粉。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宝宝们独立完成任务的环节了。啊，是的，这个环节当中不仅要考验他们的脑力，还要考验他们的体力。宝宝们要加油啊！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宝宝闯关。贴玩具，宝宝要从海洋池中把玩具粘在衣服上，再放进外面的箱子里。三个宝宝比比看，看谁的箱子里玩具最多。在规定的时间内，玩具最多的宝宝获得5颗智慧星，第二名获得3颗智慧星，第三名获得2颗智慧星。准备好，计时开始。哇！跳进去特别的过瘾，有没有？我觉得这个游戏如果是我小时候的话，也会非常的喜欢啊。那包括现在应该也会很喜欢。现在是很喜欢，但是呢，我的这个可能，我的这个身高身长啊，跳进去比较为难了啊。哎，好的，黄队的宝宝，哎，后边还有一个。对，我们现在比的是谁这个粘的娃娃多啊？蓝队的宝宝也加油了。泳池里面有很多娃娃，但是能粘起来的没几个啊。包括我们里面还有大量的这个海洋球，我们知道它是塑料制成的，所以说也不可以被粘起来。蓝队的宝宝，我觉得你可以跑过去了，先运送一趟。对，快！我们蓝队的宝宝是想身上先粘它20个再过来啊，但这个呢，这种战术呢可能比较困难。对，万一时间到了就很可惜。但是看得出来，每个小朋友都有自己的这个战术的这种想法，对吧？有的人是想少量多次，哎，还有一个小朋友，还有一个放进去，快快快，放进去，加油！有一个是一个啊，宝宝。现在时间过去了一半，我们的小朋友要继续加油了。加油！哇哇，好过瘾啊！里面全是小朋友非常喜欢的。好，加油！来，家长朋友可以为他们鼓鼓掌，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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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也可以为我们现场的小朋友加油啊。是的。哇，好，蓝队小朋友已经有一个了，有一个。哇，非常棒。哎，你身上还两个。小朋友们太投入了，其实蓝队小朋友快一点啊，快出来宝贝儿，他是出不来了吗？家长朋友是非常着急啊，恨不得自己也跳进去，来快快快。有点劲儿啊！好的，加油，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蓝队的宝宝加油啊！可能表面上的这个小熊啊，已经粘的差不多了，我们来往底下翻一翻啊。好，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加油了！加油！现在我们红队和黄队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啊！是的。但是我们蓝队的宝宝呢，我觉得玩的也很开心啊，争取再运送一个好吗？完全沉浸在这里面了。来，好，现在进入倒计时，五、四、三、二、一，好，时间到。比赛非常的激烈，是的，经过我们的盘点来为大家公布一下成绩。首先是我们道哥队的小朋友啊，一共运送了9个玩具，为自己鼓鼓掌，小朋友祝贺你，很棒啊。好，看一看我们咕咚队，就是黄队的小朋友，满满一筐啊，都装满了，经过统计是13个。好，最后来看一看我们的摩尔队蓝队的宝宝，我觉得他玩得很开心，很投入，这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就对了，当然了，也有3个毛绒玩具运送过来，为自己鼓掌。真好。好的，这轮游戏过后，赶快来看一看3队的成绩如何。好，2轮游戏过后呢，接下来呢，我们要宣布结果了。是的，今天获得冠军的究竟是我们红队的宝宝呢，还是我们黄队的宝宝呢，还是我们的蓝队的宝宝呢？现在我荣幸地宣布，获得今天宝贝2+1冠军的就是我们的黄队咕咚家庭的宝宝，恭喜你！恭喜！当然了，其他2位宝宝表现得同样出色，3位宝宝都是我们的智慧宝宝，3位宝宝都将获得我们的智慧奖牌。啊，接下来就是颁奖啦！来，恭喜你们，祝贺你们！好的，他们还将获得我们栏目提供的奖品，本栏目的奖品是由南山贝惠婴幼儿奶粉提供。是的，那电视机前小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也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呢？就赶快按照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吧。是的，期待电视机前你的参与。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说出我们的口号，一起说宝贝2+1快乐做游戏。再见再见。